And Mandy is my my story, my life story, just 60 seconds. And I will speak my life story in Chinese. 大家好，我叫范梦迪，接下来我将讲述我整个一生的生活，是60秒钟。我出生在中国的一个小城市，家里的话是小康家庭，然后从小的话，生活也很富足，然后学习的话，我自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还OK，而且本身的话应该也是比较努力的。 然后我去年来到英国留学，是学会计专业。然后我是希望我之后回国能从事会计这个行业，特别是我特别想进入会计师事务所。然后关于我兴趣爱好的话，以前的话，因为我自学日语跟韩语，然后我就比较喜欢看日剧、韩剧。 然后还有动漫这些我都很喜欢看，音乐的话我每个国家的音乐我都爱听，我喜欢比较流行音乐一点。然后，I'm very sorry, Mandy. This is the end of your life story.